2023台南乌马贵西港场，伫今仔日、明仔载、初二、初三两天，在西港区农会后营仓库盛大开幕。身为资深的老乡呢，台南市长为着也闻香而来，亲自到场主持开幕，并邀请市民朋友做伙来西港体验，拥有餐坐消一条龙乌马之路。品尝烹开迷人的乌麻料理，现场大位众多，足济民众扶老携幼踊跃参加。农业局副局长陈仲杰表示：“啊，首先从一个代表咱的市长甲咱的农业局的李局长吼，感谢咱咱的西港吼农会交公所，啊，佮咱的农民哦，大家共同来推动咱这地方的产业文化。啊，咱所在这个麻油嘞吼麻。”全国的建筑的差不多2068公顷，哦，这是去年111年的资料吼。啊，伊的产量呢，全年哦，差不多1800公顷左右啦吼。啊，咱的台南呢，有1500几公顷，哦，占有1500几公顷，产量呢有1493吨。吼、哦，所以占全国来讲，差不多74%左右吼、哦。啊，咱的安定嘞，安定麻啊，差不多237公顷，是咱最主要产麻的所在，对咱台南对咱的新化、安定，搁咱的西港占上多。啊，咱西港嘞，就是咱的最主要的产区，嘛是上多的所在啦吼、哦。啊，咱自细汉开始安怎，按台湾麻啊的品质是外国麻啊吼是比袂过。以前自细汉开始哦。阮的士大人若要买，拢一定爱特供。我要台湾麻，我买进口麻。虽然台湾麻品质嘞，再讲也是达俄勒啦吼。伊的香气，啊，佮伊的口感，是大家人吼食到拢会俄勒加特子吼，绝对别项比袂过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伫即几年吼，大家共同来推荐了的时阵哦，今仔日即个安尼麻油社啊，咱即个品牌名毕竟是全国大拢知。只要讲到麻油，大家就想台南；啊，讲到麻油社，绝对是西港。哦、所以希望讲大家吼共同继续来努力，未来吼、哦，咱的麻油啊，我相信哦，伊会搁愈进愈侪啦吼，因为真个产量实在无够全国用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啊，伊个进口，所以希望讲大家共同来努力，未来咱的麻油的种植会搁较侪，伊的品质会搁较好，吼、哦，有乌的，还有白有清油，乌的麻油咧是咧食补的，清油来是安尼料理的吼、哦，咱各种料理，你只要咱麻油一滴落去吼，咱淡薄滴。迄绝对口味是不同，所以未来希望讲，咱的公所、佮咱的农业者、啊佮咱的农民者共同继续推荐咱咱的西港上名的麻油吼，啊，大家互咱的麻油农哦，会当收入较好。虽然讲今年收成可能有较歹，因为头前啊落雨啦，但是我希望讲大家共同卖讲来试验哦，继续来拍拼，以后一定会更加好的成绩啦吼。啊，再次感谢大家，嘛，有祝今仔日的大会圆满成功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家事顺心如意，谢谢。西港区农会总干事陈淑如表示，今仔活动是阮农会的麻油节吼，啊嘛是兼100周年的活动，啊现场有免费的麻油粿，啊个芝麻包、芝麻冰淇淋，啊欢迎吼、哦、各位民众吼。哦农民吼，来遮共享盛举吼，啊来遮，因为今年产量会较少啦，没收成会较少，啊今年吼，希望大家共享盛举来遮参观各迄个场馆，还有优惠的芝麻产品，谢谢。我今日下暗吼，嘛有音乐晚会啦，今日下暗嘛有一个音乐场地晚会，配合蓝台科技，啊有一个歌手的来遮表演，啊做者舞蹈啊，希望大家吼。一这位来家参加，好嘞，谢谢大家。西港区农会表示，今日活动提供民众免费品尝限量的麻油鸡、双麒麟等乌麻美食，结合关怀中心做公益赠送好礼以外，暗时啊还佫由农会公所佮南台科技大学共同举办草地音乐暗会，活动还佫有乌麻周边农特产品相关优惠。购买农会产品1000元以上，送限量的后赢。说要以礼品中热的拿铁，加100周年的 logo 纪念红麻袋 DIY 兑换件，消费满500元就送摩彩卷。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。